这边大家好，今天是1807年几月几日，古历是正月十三，欢迎收看早起新闻，我是蔡佩莹。首先来关心，离澳洲有一波强烈的低温的天气，离波士尼亚加克罗埃西亚现在有落雪，严重影响到交通，部分的地区要过来进入紧急状态。好是有很多落雪，地面的落雪也已经灌过家门。克罗埃西亚西部城市离海拔700公尺高，现在落雪已经有2公尺高，大约有1000个军力来加入到清除落雪。波士尼亚首都塞拉耶夫通往南部的道路也有被大雪来封路。这地冷气团侵袭澳洲，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的气温降到-20度，这礼拜拢是冰天雪地天气。另外，在德国上阶段港口汉堡是伫捷柏林排第二，是德国的第二大城。日月平均的温度是-11.1度，一地冷气团落南，现在温度已经降到-10度。整个城市参照被冰封大地同款，汉堡的湖水已经结冰。不但是汉堡，德国大部分城市真寒的一暝，温度降到-10度。在南部楚格峰，气温再度是纪录，是来到-30.4度。太平洋都属国家巴布亚纽几内亚，礼拜一发生规模7.5的强烈地震，一度传出造成30个人死亡。不过当地官员表示，强烈地震引起的崩山造成14个人死亡，是不是外团的30人，还阁需要时间来厘清。为空气画面会当看到两边的高山，大片的土石崩落来。大部分的山壁已经是拢无去，东西区赫拉省土石崩落来，是因着道路造成着厝甲电火条倒去，通信设备无法度运作。巴布亚纽几内亚来发生7.5的强烈地震了后，又阁发生规模5.7，还阁6.3的余震。矿工厂甲电力设备遭受到损害，当地是一间液化天然气工厂也紧急关起来。二月七日，花莲发生大地震了后，造成真济灾民内心的创伤。一位原本住伫北京乡村大楼的老小姐，一个人请养四个囡仔。地震予伊损失一切，经济压力加上震后的阴影，予伊有真大的精神压力。到现在也是同款。目前所食的也只是政府发的年菜过日子。自济志工早来物资关怀，也评估急难救助金，希望讲用长期爱的陪伴，带伊走出伤痛。北京双星大楼一倒，老小姐的厝都无去了，趁生活费计程车嘛被带歹去，唯一会当带出来，敢若剩一台电视。现在临时住所，所有的家具拢是买二手品，除了爱负担厝税以外，为着生活，又搁将补助金贷款一台中国车，经济压力大家一担个真辛苦。那所以你先把自己的心打开是最重要的，然后其他的部分，你看大家都在旁边哈，爱着你。所以你不孤单。他原本是计程车嘛，然后但是他的车子也受损了，然后还有四个孩子要抚养，那孩子的学费啊、生活费等等的都是很大的经济负担。那所以他现在压力比较大，然后我们就针对他担心的部分，解除他心里的压力。就是这个啊，哎，这个可以给你煮的泡面。送上生活物资，安住基本的生活需求。主席志刚表示，后续会继续陪伴，也让因中心增添笑容。让人家伤心的二月份过了之后，我们从三月份新的开始，好不好？好不好？难过就飞走了，对，飞回来。好，难过就飞走了，幸运会飞回来。好棒哦！台新闻谢云山，翁国佳，华联报道。
西欧国家葡萄牙去年热天严重的林火，组织之间在当地两天的发放，动员七个国家68位志工，总共帮助491户的受灾户。这是组织第95个行到位做到位的国家，顺利圆满不简单。因为唐迪拉的市政府员工升迁，一开始因对组织是有疑问的。Mr. Cruz, yes. Nice to meet you. 葡萄牙唐迪拉市双林大会过了后，第一次有慈善团体来发放。灾难过去了后，心又还搁咧惊。澳洲第一次在发放当中安排医师义诊。世界上最好的药，不是药局的药，而是关怀。也够受灾户，嘛做起志工。Has been a whole different experience with Tsuchi Foundation because your help was not expected, and people here are very grateful. 帮受灾户围上围巾，温暖在心头。唐迪拉斯72户领着购物袋。看起来真顺利的背后，其实是困难重重。When we were for the first time contacted by your foundation, we were suspicious. You are suspicious. Because I'm not surprised. We were suspicious because how we ask ourselves why people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are concerned with our problems in Tondela. 真诚的行动嘛，感动了当地官员，连市长拢做起了志工来参与发放。虽然这次葡萄牙两次发放户数不算真多，但却动员了欧美各国的志工。最主要的原因是，伫葡萄牙无组织志工，因此必须要动员其他国家的志工，用家己的行李箱啊，将发放的物资带入去。人多力量大。转到Tondela这段路，看到曾经被烧毁的树木，如今发起了新芽，在我心目中。这个希望的根苗就慢慢的燃烧起来。现在经济已经压落去，受灾民众重建的路上嘛，未搁再孤单。大新闻，葡萄牙报道。另外，在西海南边的卡拉克区，地势比海平面还阁低，祖先是非洲的务农，人民生活是非常的贫困，需要外界的援助。组织约旦分会而且继续发放10几年，这届摕1200户发放来自台湾的爱心白米，有带军渡关的学员，中华民国驻约旦代表会来帮助。离约旦河谷的平民要温暖的回应，为台湾华人地当的受灾乡亲捐出爱心。安曼的气温来到只有零度，主地之间在落着大雨冰雹的天气当中，再运来自台湾的爱心大米，前往西海南边的卡拉克区发放。在约旦这边呢，还有毛毛细雨，比在安曼的地区，这个下雪的状况完全改变。这个诸佛菩萨保佑，每次要发放呢，不可思议的因缘。在南生活贫困，真需要外界帮助。那特别是因为最近约旦收了大概140万叙利亚难民，所以这些难民对他们的国家的经济，对很多这个很多人的工作机会或是一些生活上资源产生了竞争，所以造成本地这个很多的穷苦的民众啊，生活上是非常大的不便。所以本人感觉到就是非常的有意义啊，我们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很冷的季节，我们把台湾的大米来发放，亲手的交给他每一家每一户的这个穷苦人家的手上。一包20公斤的大米，即个总共发放1200户。组织约旦分会5位的志工，加上当地跆拳道德冠10位学员，也佮有中华民国伫约旦的代表大力支援之下，爱心大米顺利送予每一户真需要的三甲家庭。就陈继辉约旦报道。印尼参照是一个
一个远过的海岛型国家，上届当兵的巴布亚省是比较较贫困，其中的阿斯马特县，这老百姓将一厝起伫沼泽地顶头掠鱼啊为生。最近来发生流行病死亡的人数增加，印尼组织人甲陆军合作，前往十个偏乡部落发放物资。敢若是交通的过程，就非常的辛苦，爱坐无人机、军方直升机、坐船才会当到位。雅加达组的志工转机两届，经过六点外钟和比亚克的志工会合，开始这座千辛万苦的援助旅程。搁再坐上印尼军方的直升机，对蒂米卡出发，飞往阿斯马特县。另外50吨的船运物资，因为海象不好，延迟到半暝，才来到阿斯马特县的阿格斯港口。军方村民做伙合作，将大量的物资分作10只船，准备前往10个偏乡发放。malam ini juga kita loadingkan ke longboat tersebut untuk besok pagi diserahkan ke para babinsa yang sudah kita siapkan untuk disalurkan ke masyarakat di 10 distrik di daerah Agas ini。印尼总统府幕僚长也有林业发展和文化统筹部长非常重视，来到港口观察地宜。SUCI dan TNI dimanapun ada bencana, ada sebuah situasi yang tidak baik bagi bangsa dan masyarakat Indonesia, tanpa ada perintah, tanpa ada petunjuk, secara otomatis jiwa kemanusiaan itu terpanggil dimanapun itu situasi itu.台新闻李思琪、易曼印尼报道。印尼巴旦组织之间举办照顾好联谊会，这联谊会其实每年开斋节、亚旦节、农历新年拢会来举办，因为组织关怀对象包括每一个宗族族群，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族群的融合，也好照顾好生活物资，来补充出力的需求。得到通知来到组织。照顾好，除了会领到巴旦志工因准备的生活物资以外，吸引因留下来的是每一处的表演节目，是娱乐，也有教育的意义。Rumah kita ini rumah keluarga, rumah semua. Jadi mereka datang itu bukan hanya kita suruh mereka ini bukan, tapi mereka juga merasa terhibur. Jadi ada sedikit hiburan semuanya ada suka duka semua di sini. 领红包是华人春节的风俗之一，发挥红包的用意，不是伫个消费，而是乡邻对大众的祝福。Pokoknya sungguh terharu lah gitu kan dengan keberadaan Suci kayak ini membantu saya dengan istri bisa saya sembuh sesembuhnya gitu kan. 在场有各种宗教的族群，但在新也一个出现送爱心，祝福无有分别，大家拢是真欢喜。台新闻何君义、林伟亮、李国良印尼报道。墨西哥十几个志工来到台湾，前往高雄参访，除了了解山林大爱恒区重建的成果，也看到宝特瓶抽沙甲造成毛炭的过程，互伊了解到去年底当时收到的毛炭是这样的用心做出来。这条美丽天空是墨西哥志工对台湾的感动。墨西哥本土志工来到公山环保科技园区，看到宝特瓶抽成色，真好奇，搁用显微镜看色同头毛的比较。谁要拔一根头发来，马上试看看，真的。来了。马上来。安徽小狗做成摊呐，亲自见证上感动。With the love and dedication from all these volunteers that you know come every day to work.And they're very dedicated because I've seen them. It's very touching for me. 叮当地当的是因拢揢着毯呐。I keep it on my bed every day because I love the feeling and I love the warmth and I love what it means. 温暖相伴，经过天灾，如同三拿大园区。San después de cerrar esa ventana. 拜访客家，志工专程用西班牙文来翻译，感动无代沟。
these ideas to other places of the world, we can really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environmental situation of this planet very fast. 高耀雄和墨西哥本土之间感受到爱和希望。但是新闻陈怡贞、陈立伟高雄报道。做素食真简单，高雄郑叔叔因为志工来翕影片宣传食素的好处。其中一位小志工马长鹤，伊读台幼儿园大班的时，决心要食素。读国小时，学校无素食的午餐，妈妈甲学校来争取，要家己准备便当，让囡仔每一顿拢会当食到健康的素食。真大的气力，搬着箱仔准备补货。伊是静思书轩的小志工马长鹤。可可粉，它喝起来怎么样？就吃起来怎么样？介绍伊心目中口味上好的是不排名。其实已经全部素食一年外，伊上爱的是这款。是青江菜，长长的，然后方方的，咬起来脆脆的菜。大班的时阵参加大爱幼儿园的活动，下定决心不搁再食肉。马长鹤对幼儿园到厝内底，搁到国小变成了推手的小志工。牛很大只，对不对？它只吃草啊，可是我们人类可以吃很多东西，所以要长高长壮，不是只有吃，应该是要运动晒太阳。所以他讲这些，就是有点说服阿妈，便当饭跟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带黑米饭。充满活力，这个头壳所记的是倒一挂蔬菜好处。读小学的伊，因为学校无提供素食的午餐，马长鹤甲亲人家己准备便当。妈妈，你在做什么？做小志工来付出，嘛协助动脑筋想看卖啊，如何将健康的素食做推广？马长鹤希望提起小朋友，要大汉要增长智慧，除了靠父母，家己的努力嘛真重要。台新闻朱怡蓉、萧红树高雄报道。要关心天气，今天日就是方便通过水气增加，全台湾拢有落雨的机会，部分地区也可能有较大的雨。出外落爱扎好裤来避风，以及暗时方便离开，落雨也比较较少。温度方面，因为落雨比较较降温，日时高温除了南台湾有2-7度，其他是2-5度。早晚天气比较较凉，气温大概14-18度。今天日透早。西半部空气品质普遍不好，而且空气品质的指数 AQI 拢比较较悬，尤其是森林以南更加是红色的，建议减少离户外活动，出外来挂嘴安。咱来看卖温度预测。目前也是流感流行的高峰期，大家离别这个空间来往来都要特别注意。顶礼拜因为过年，类流感的人数增加，其中也有死亡的个案。类流感在门急诊的疫情大概有12万多人啊，比前一周上升10%。另外有5例的死亡，那这5例的死亡主要都是60岁以上的一个。长者他们而且都有这个潜在的疾病，那其中只有1例有打疫苗，有4例没有接种疫苗。新增加的重症确诊的病例也有51例，其中42例无打进疫苗。而且疾管署表示，刷落来疫情会慢慢啊稳定，不过最近4礼拜都检出13件流感。群聚的案件，人口密集的机关都占了90%，所以大家也是要特别注意。除了年长者，也是要针对高风险慢性病的人，更加要特别注意健康的情形。
另外，李中华一个70岁的张丹阿妈，10年前因为肝硬化，伊后生捐肝予伊，伊阁因为去年洗腰子红色，决定讲捐一粒腰子予因，两个阿公阿婆来克服着高龄活体捐腰子的风险。现在阿妈的体内有两个家人的器官帮助，伊讲甲家人的感觉是愈来愈好。肚子里面肝脏也看起来也很正常。手术了后恢复真好，这对阿婆是年岁上大来换新。阮太太洗身洗两年外，爱洗个脚骨拢会抽筋啊，啊手骨嘛一抽筋嘛已经拢肿啊，已经无法度通去洗了。啊，看伊遐艰苦，啊那如果哪讲会使，无我的我捐一粒过来予你安尼。身躯有爱的记号，这是予太太的。10年前，太太因为肝无好，伊的后生捐肝予伊，即摆因翁捐心。即摆伊的身躯内底有两位亲人的器官，这样会觉得亲上加亲。啊，当然啦，他我们全家人几乎就是只有一个，我两个儿子先生的都在我体内，就是。好像很少这样。只换肝，后来病人进入洗肾的阶段的这个5年存活率大概只有40%左右，40%到50%左右。啊，你如果相对来讲，如果有换肾之后，他们会可以提升到80%。为着要救妈妈，这几年来，大家人都在想办法。跟我妈感情很好啦，啊，就是还是让他们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夫妻啦，就不会把爱啊什么那些挂在嘴上啦。有因的肝含心，就是上大的支持。爱无讲出嘴，唔过行动说明一切。大爱新闻李嘉欣、王昭忠高雄报道。那是你今日路拄到失智症的长辈，你安怎做呢？屏东基督教病院甲超商业者合作，实地到今日路来测试，发现讲大部分人因为无了解来会惊、会闪避，并无采取行动来协助。真侪照顾者更加惊的长辈会找无路。艺人小 S 阿嬷也得到失智症，伊来站出来呼吁，爱来打造一个失智友善社区。患者会当有尊严的出门，来延缓病房退化。我不怕冷，我不怕死，我只怕活着的时候你不爱我。真感性来唱出对亲人的爱。艺人小 S 几工前想起阿妈得到失智症，忍不住眼泪直流。唔止家己出钱捐款，嘛希望社会环境对患者更加包容。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就不会那么害怕，你可能就会说，啊，伯伯啊，阿姨啊，不要怕，我带你去警察局，然后请警察先生帮忙你，就会比较友善。高雄的小港国中，你呢？在台北市。街头实验当中，失智阿伯时空错乱，到处问路，却得不到帮助。国内病院调查发现，照顾者上主要的三大恐惧，就是长辈惊唔知影路去，出意外，甲被欺骗。但是，每天关在家里，病况却有可能更加恶化。他因为这些状况越来越不能够处理，他自己也会挫折，他就会越来越退缩。他退缩到自己家里面之后，功能上面就越来越退步。101大楼。陪伴失智的阿婆到处行，林小姐跟一般照顾者总是真忝的印象不同。关键就咧主动找出社会资源来协助。因为他有糖尿病嘛，所以他会忘记吃药，然后又忘记打针，我就提早退休，就想说这样子可以有人陪伴他，这样担心找不到我不晓得回来啊。统计台湾目前有26万失智人口，偏向的盛行率还达到14%。迎接高龄化社会，量早做准备，才会当减少遗憾。台新闻蔡依林、简元吉台北报道。中华一个真好的头家李世荣，22年前甲朋友集资卖高顶，来预备捐予弱势中华家扶中心，已经22年。虽然伊高龄89岁的爸爸最近住入去家扶病房，不过想到讲爸爸一直真支持伊行善，所以今年也是坚持参加预备。拿着麦克风，伫个街头大声叫卖灯笼，伊是真有爱心的皮件公司老板李世勇。
这个爱心灯笼一直卖都是22年。当年伊甲真济好朋友作为合资买灯笼，元宵节前五天开始伫街头义卖，所得全部捐予中华家福中心，即卖已经超过20个义卖点。20年来从不缺席。大年初六，89岁爸爸破病，送家护病房，伊嘛坚持行善。如果说，爸爸知道的话，他一定会说啊，你还是要去帮忙一下。爸爸年纪轻的时候，他家庭也很贫穷，哎呀、然后他，应该是，体会到贫穷家人的那个心情，帮他按摩一下。伊讲爸爸妈妈细汉的时阵真善食，所以支持伊会使帮助弱势的民众。30几年前，伊甲太太作为拍拼，创立这间皮件工厂，生意愈来愈好，阿公阿婆不忘回馈社会。我们现在孩子都长大了哈，经济能力也比较许可了，所以我们是真的都很乐意去参与这个工作。这几天以医院甲义卖两边走。好消息是爸爸的病情已经稳定下来，让伊真安心。大新闻，张丽君、郭志忠，中华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早起新闻，将时间交予主播佩玲。你好，我是李佩玲，欢迎你加入这一节的国语新闻。今天是228和平纪念日，而今年呢，高工局是首度的取消了单一国定假日20公里免收费的里程优惠，改采取的是长途折扣收费，希望能够抑制短途旅次，让中长途的这个交通可以比较顺畅。而相同的措施呢，未来也会比照办理。车辆来来去去，今年228和平纪念日虽然只有一天假期，高工局预估还是会出现旅游车潮，服务国道中长途用路人改采长途折扣单一费率收费，也就是平常一般日呢，我们大概每一公里是1.2元，但是有20公里的免费里程，但我们在228这一天呢，就改成每一公里0.9元，那但是没有20公里免费。为了达到疏运效果，鼓励短途民众尽量不要上高速公路，而短短一天假期，车流量跟周休二日会差不多维持在90到100万车公里。我们还是预估了早上还是会往南，那预估还是在新竹湖口这一段，那国道3号的这个大溪龙潭路段是南下方向车辆比较大，那下午就反向，也是这两个路段会车辆比较大。南来北往，除了注意交通安全，加上天气早晚变化大，保暖措施还是要多加留意。台新闻消息记者李明华台北报道。这个月5号，在兰屿外海失联的黑鹰空勤直升机确定失事了。兰屿民众呢，昨天在岸边发现了部分残骸，而今天也将继续的持续打捞。兰屿民众是在野营部落岸边呢发现了这个残骸，而空勤大队研判这是黑鹰直升机舱顶的液压舱盖板，因此确定失事。空勤大队表示，残骸发现地点是在兰屿的北面，但是直升机的失踪海域跟黑盒子发出讯息的定位都是在南边，隔了有一座山，而目前呢还是确定会以定位点来持续的进行打捞。大学学测的成绩才公布没有多久，就已经有同学决定要到海外来就读，也有人呢根本是没有考学测，直接的锁定了美国的大学申请。不外乎呢，大家的理由都是看中了环境的竞争力，还有未来的工作机会。Nous sommes acteurs Paris et nous sommes venus vous donner un cours de prévention sur le SIDA parce que l'État français est incapable. 讲述这个议题背后。经历过什么样的抗争或什么样的历史，那反而更加动人。看完电影能精辟地讲出自己的见解，写影评是师大附中学生韦哲平常热爱的兴趣。他今年学测考了71级高分，台湾的顶大几乎可以自由选，不过韦哲却决定要到香港的浸会大学就读。我想选香港主要是因为一，它是比较国际化的一个地方，然后在那边可以认识更多的人，然后接触不同的文化或者是事物，免学费，然后住宿，然后还有生活费，就是会定期发给你，就是零用钱的感觉吧，所以这个还蛮诱人的。越来越多学校跨海抢人，根据教育部统计，101学年度高中应届毕业生赴海外就读只有858人，到了105学年度飙涨7成，逼近1500大关。像是波士顿或是圣地亚哥，那边是一个有一个
全套的制度，就读完毕之后是有一个比较便捷的直接就业的机会。原本兴趣是想要走物理治疗系，美国相对于就是他物理治疗师出来，然后他的薪水会相较台湾比较高，然后就业工作也会比较多。韵华和怡杰都申请了十间左右美国的大学，两人目标明确，都没有考学测。想到海外就读，他们比的是师资环境，比同侪良性竞争，甚至比未来工作机会。台湾的大学想留住人才，看来得想方设法提升国际竞争力。大爱新闻黄怡杰、邓英中台北报道。花莲赈灾才刚过没有多久，而这个学界统计历经了大型的灾难之后呢，不少人都会出现所谓的 PTSD， 也就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的研究所教授刘吉君，他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了创伤后的压力症候群跟基因失控有关系。这个成果发表在国际期刊上，获得了多国学者的认同。花莲赈灾过后，不少民众出现失眠或是害怕的情绪，这是典型的创伤压力症候群。轻微的人经过陪伴就走得出来，但有些人却很难逃脱负面情绪的掌控。为什么人家都好好的，人家都已经从震伤中走出来，为什么你还没有？他可能大脑某一些基因的调控，就是让他恢复的比较慢，或是让他的症状比较重。所以重的呢，他的症状就很明显，那甚至几年甚至严重的会影响到他的生活。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研究团队经过8年的实验发现，长期陷入恐惧状态的人可能都是因为基因失控。我们发现说，这个 ATF3 这个基因，它在正常的状况下应该是会把我们害怕的这个记忆给压下来，它这个基因功能不见的时候，细胞之间的连接没有办法适度的去做弹性的调整，真的他就会过度的害怕恐惧。研究成果也登上了国际期刊，期待未来能发展精准药物的治疗，让更多困在创伤经验的病患走出阴霾，迎向阳光。大新闻杨家庭邓明仪花莲报道。医疗焦点来看到这一位台中一位60多岁的张女士，她冬天喜欢泡汤，没有想到这后遗症呢，却是觉得耳朵湿痒难受，用棉花棒来掏耳朵之后，没隔多久耳朵还肿胀，听不太清楚。就医之后发现呢，她是感染了霉菌，导致外耳道发炎，才会影响听力。耳朵痒的时候好难受。用手直接掏耳朵，痒的话就稍微类似有点这样子抠一下，用掏耳器，然后就挖一挖这样子啊。感觉怎么样？就是比较舒服吧。小心哦，不能随便掏耳朵。一名60多岁热爱泡汤的女士，泡汤后觉得耳朵湿湿痒痒，拿棉花棒用力掏耳朵，结果除了瘙痒胀痛，还听不清楚旁人谈话。耳镜检查发现外耳道布满厚厚一层霉菌，耳道发炎。因为耳朵潮湿，再加上棉花棒它掏了可能太用力，结果可能霉菌会趁虚而入。这个霉菌呢，其实要清理的话，其实是要用耳鼻喉科专业的医师帮你清理，然后再来就是要用一些抗霉菌的药膏，整个疗程可能需要到1个月之久。医师建议平时保持耳道干爽，不管是用棉花棒还是用手掏耳朵都不好，被指甲刮伤问题更大。它会刮伤外耳道的皮肤，其实对也不太好，因为一旦刮伤皮肤它就有分泌物，那一旦有分泌物有水分，那霉菌或细菌就容易滋生。保健之道，不要随意掏耳朵，耳朵痒到受不了，寻求专业医生检查是最安全做法。大爱新闻黄子廖雪信台中报道。国际焦点看到德国最高联邦行政法院周二裁决，包括了斯图加特跟杜塞道夫这两座城市继续实施柴油车禁令，而也破天荒的允许各大城市禁止柴油车上路，预计将会影响到1200万车辆。Ja, das Bundesverwaltungsgericht hat heute entschieden, dass Verkehrsverbote für Dieselkraftfahrzeuge vor dem Hintergrund von europarechtlichen Vorgaben ausnahmsweise möglich sind. Denn das Unionsrecht verpflichtet dazu, dass die Grenzwerte für Stickstoffdioxid schnellstmöglich einzuhalten sind.排气管不断的冒出阵阵的白烟，柴油车排放出的二氧化氮呢，将会引发呼吸道疾病，增加罹患肺癌跟心脏病的风险。
而光是在德国，每一年就有13000人因为吸入柴油车排放的废气而死亡。另外一方面呢，这项判决可能也会冲击到德国的汽车业。总理梅克尔出面表示要民众安心，目前这项判决只影响到少数的城市，不是在全国实施。说到很多宗教都有提到世界末日，而挪威的科学家及早就做好了准备。10年前呢，在北极海建立了一座末日种子库，利用的是永冻土来冰存全球各地的粮食种子。不过这计划赶不上变化，受到了气候暖化的影响，永冻土开始融化了，在入口处进水了大约有15公尺高。挪威科学家斥资了$1,300万升级设备。Here the first time in 1985, a long time ago, then there was always ice on the fjord. And now you never see complete ice on the fjord. And we had expected the permafrost to come back around the tunnel, and it hasn't because of temperature rise. This material is gone and you have no backup, then it's gone forever. What's dead is dead, what's lost is lost. You can't retrieve what is dead. So the vault is meant to be there in case that anything goes wrong around the world.种子库的存在呢，是为了保存粮食。不过，在澳洲布里斯本，居民浪费食物的情况相当严重。买回家的食物当中，平均有20%都被浪费掉了。为了改善这样的风气，当地市议会引进了全球风行的志愿性自律活动，要跟民众一起来减少食物浪费。打开冰箱，一堆的剩食和过期食物该怎么办呢？除了直接丢掉，这些食物应该得到更好的对待。澳洲布里斯本的所有居民平均一年浪费97000公吨食物，换算下来，等于所有被买回家的食品有20%不是进到肚子里，而是垃圾桶。当地市议会为了改善风气，引进在全球风行的志愿性自律活动，在6个星期内让参与的市民学会减少食物浪费。It'll make our city cleaner, greener, and more sustainable. And also, if people are more conscious of what they're throwing away, they can save a lot of money.25% of the money you spend on food, and if that's not an incentive enough, you definitely are healthier because you have to be a little more aware of what you eat. And 人人尽本分，企业也发扬善心。当地许多民间机构和慈善团体每年都向超市和公司回收干净的剩食，再提供给需要的人，数量可以高达70万公吨。As we live in a society where there is an abundance of food security, so in some ways, yes, it's overwhelming. In other ways, for us, it's a mixed blessing. 知福、惜福再造福，让任何资源都能发挥最大功能，小兵也能立大功。大爱新闻，刘仁豪编译。沙地阿拉伯的女权呢，在这一年来不断的提升，现在政府更进一步的延揽女性入阁。这位是阿尔拉玛博士，他获得了提拔，成为了劳动跟社会发展部的副部长。这是沙地阿拉伯有史以来第一位的女性部长级官员。沙地阿拉伯的另一项创举呢，就是首度的开放女性来从军。不过，这申请条件是年龄必须介于25到35岁，身高在155公分以上。女性申请入伍的话呢，还必须要获得丈夫或者是儿子男性监护人的同意。
加拿大慈济多伦多支会长期的跟街友健康协会合作，不只是捐赠医疗物资，冬天还提供毛毯跟热食的供应。最近呢，换了发放场地，担心街友们不知道讯息。不过呢，志工们还是贴心的准备了250份的物资，就怕需要的街友被遗漏了。打包250份御寒的毛毯和准备热乎乎的意大利面，慈济多伦多支会即将移师新的发放场地圣卢克教堂，很担心街友们不习惯。虽然如此，现场座位数量还是不能精简。慈济与合作伙伴的共同目标，要体贴街友。So even if you look at on the table there, there's every sort of supply. There's pamphlets about what the work of Suchi does, but also like for our clients, there's feminine hygiene products, there's medications. I think the blanket that you guys provide for us is hugely important to our community. I think around people are actually sleeping outside and sleeping rough, and the work that you do enables us to do the work that we do, and I feel it's a very symbiotic relationship. 提供热食，赠予毛毯，寒暄温暖，这一份温馨口耳相传。I never know you guys always here every year. I don't know, because I live in Genesis. So I just came here, and somebody told me you guys have food here and a few bags. 改变的开始总是不容易，关怀街友的行动不因地点异动而打折扣。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加拿大报道。美国慈济费城联络处举办了新春的祈福活动，虽然用的是佛教仪式，不过在活动当中有一位从小就信仰天主教的凯西，他觉得以爱为宗旨的宗教并没有差别。祈福感恩会以佛教仪式庄严开场，凯西在队伍中致上最敬礼。I don't think there's any distinction really. I think we all have the same love in our hearts. So, yeah. 药师如来十二大愿手语演绎，勉励自救救人、自度度人的宏愿，肢体动作随着旋律优美而感人。It's the first time I've ever seen this ceremony, but it was so beautiful. I loved the, oh, it was, the hand thing was so gorgeous, yes. Oh my gosh. And then when you followed the verse on the screen, oh, it was so nice and, oh, it was very nice. It was very beautiful. 新的一年才开始不久，慈济费城联络处就点亮了一盏盏福慧心灯，善的行动也在竹筒回娘家这一刻发挥爱的力量。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张其明、陈在兴、吴志贵美国报道。美国慈济仁医会感恩餐会在美国加州的库卡蒙加牧场市，由民间企业提供场地，让上百人共聚分享，付出的心灵发喜。上百位美国慈济仁医会成员感恩餐会动态开场，再以奉茶传递心意。25年是牙医师赖明宗投入慈济的岁月，他的智慧从义诊中累积。As you grow older, you will discover we all have two hands. One is helping yourself, the other is helping others.还有头一回参与跨国义诊，就到强震后的墨西哥，护理师陈淑燕未语泪先流。我感动的是，因为这份爱的力量，把我们这么多仁医会的医疗志工，从世界的各个角落凝聚在墨西哥。有老将不退转，有生力军投注热情，义诊列车上从不孤单。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郑如金、张朝红美国报道。本周五就是元宵，这个年也接近尾声了。在中国大陆福建福州的慈济志工把握时间，在新的会所举办感恩会。另外在社区呢，也透过了元宵猜灯谜的活动，推广环保知识。落实环保进社区，福州慈济志工在君临东城带领民众做分类，推广果皮酵素和蔬食，不少住户积极参与。通过这次活动的话，我就了解以后我就先放在某个位置进行大致的分类，然后再放到这边来。迎接元宵，志工准备了灯谜与住户互动，小志工林玉玲开心分享环保知识。
外面的灯谜都是其他的，就我们这个灯谜是环保瓷器，都是有那种是环保知识，是不是？相信我们在座，感恩大地，也感恩曾经为福州心为所付出过的每一个人。志工特别在新家举办了感恩会，邀请出力最多的装修公司员工再续这份缘。这个装修是我们的一个团队一起搞上来，觉得也特别开心，比较荣幸。我们不仅是合作的关系，我们更是一家人。一家人，没错，是啊，嗯。所以这种心态就不一样了。是，我是做一个，我是为我这家来服务，最终的感觉是这样子。心为所除了让慈济家人团聚，也希望让更多民众认识慈济，加入爱的队伍。在你们这个团体里面，我就会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友善、有爱，特别让人家感觉很温馨，会让人家感觉我想要来这里。我们在福州有一个真正慈济的家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会做到让各位去感动。我相信我们福州区的师兄师姐会很认真的来做慈济，为苦难的众生来挑起这个天下的命运。新闻之盛美之工林锦华、胡颖、江心莹，福建报道。吃素的缘由呢，是因为婆婆的身体就是不太好，那所以呢，全家呢就是决定开始吃素。在这几年吃素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发现我们家人的凝聚力越来越高，那而且我们的向心力也越来越好，会一同讨论吃素的好处。那另外呢，在处理事情的态度跟方法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也增加了很多智慧来处理很多事情。那在跟同学相处的过程当中呢，也因为我吃素，然后在聚餐的时候大家也会一起去吃素。大陆昆明一座小山城有一间崇德小学，这里孩子的辍学率很高，而当地合唱团指挥左伟，他大胆地在学校成立了合唱团，让原本自卑的孩子渐渐有了自信。合唱团呢，现在还登上了北京央视的舞台，成功的经验被当地的媒体誉为是鹿版的放牛班的春天。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歌唱家。前后已经毕业了两批，那么今年九月份呢，我们又新招了一个新团，这个新团呢有46人。三年级他们下学期的时候呢，我们就组织老师，然后我们就一个学校一个学校的去学，去学这些小朋友。跟着老师的手势做发声练习，这群孩子80%来自苗族，即使家住得老远，为了一圆歌唱梦，不远千里而来。他们都很同意，因为小时候我爸我妈特别喜欢音乐，家里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我比较大胆，所以就在厨房里大胆地唱出来。相较于现在能唱出整首歌曲，2014年合唱团刚成立，没有任何师资基础，一切都得从头教起。我听过哆来咪发嗦拉西哆的音乐，但是现在忘了。这是一唱哆，二唱来，他们不知道，你没有音乐课，没有音乐老师，先从简谱，然后学会听音啦、然后慢慢的把音怎么去唱准啦、然后逐步树立一些怎么正确的发声呢？只是学音乐无法一触可及，在漫长看不见未来的训练阶段，许多家长是发出了召回令。就是农村，他就觉得你在家给我做着农活，你一天跑过去唱，唱了半天，也没唱出什么钱来吧？苦蹲3年熬出头，先是蝉联全县合唱冠军，举办过专场音乐会，又在全国性赛事荣获1等奖肯定，甚至获邀中央电视台儿少频道直播机会，
让他们取得前往北京的入门票。我听到要去北京的时候非常高兴，可是我希望全部同学可以去，可是只有两个名额。还有弟弟妹妹很小，还要带孩子，就不来，为什么嘛？就后来我们去了以后，他就跟他妈妈翻译说我们要去北京，他妈一下子就哭了，就非常支持他，因为北京对他们来说就是只是电视上的，没有去过。像一年多以前，孩子们只有三个孩子来过昆明，还不要说是去省外。教育扶贫是最好的扶贫，因为你扶贫，你用经费，用一点衣物给他，他只是暂时的解决了一下寒冷，或者暂时的解决一下他的饥饿。但真的教育扶贫是他一个常年大计，教育之本。清亮的歌声回荡在偏乡小学里，少数民族的孩子不善交流，但唱歌让他们找回自信。教育脱贫正在陆劝谱写出新的乐章。共享行善系列专题今天带您来认识台南这一位木工师傅吴振辉，他考进了环保局，运用专业成为了二手家具的改造推手，许多的废弃家具在他的手里起死回生，变成了可以再运用的日常用品。而在每个月的拍卖会上呢，总能够吸引许多人抢购。这二手家具还能够帮助弱势家庭，甚至成为了学校的实作教材。我那变作新诶，我感觉这种是对特地来讲哦，心内种功夫啊，啥物货，我伫技术来讲，我感觉这对我来讲一种成就感。1750多少？好，1800，好，1850，1850多少？现在成立到已经第15年嘛，哈，每年拍卖的收入大概是250万到300万之间，也就是每个月大概20-30万。好，三百两次。我们的木工师傅振辉师傅，他就是本身就是对家具那种热爱程度，他自己利用休息假日去进修，去拜师学艺，完全没有用到公部门的费用，自己去学。你问讲啊，你无爱做学好做啊？一个月8-9万块你唔领，啊你领30万几块，毕竟学好做拢新的家具啊，啊伊那个是。设计师图画怎样？你按照图施工。啊，在这边的话，我有材料，我按照我自己脑中的图施工。我们发现民众越来越经常把这些好的家具、看用的家具就直接废弃掉，那直接换新。那其实，在我们看起来是很浪费的啦。那尤其是古早以前的这些家具，其实都是原木的家具。我来环保局开始做十几年哦，我有啦开始慢慢的注重算讲环保，啊然后节能减碳这方面，因为毕竟我来看的时候，我未来的时候讲哇这么多材料，啊我也是丢掉，啊丢掉的时候我讲迄种物件可能利用啊，为什么要丢掉？弱势家庭的声音较无钱，当去买书桌买啥物啊？我感觉是个，咱透过环保局者吼，我若受理你，因若真正有用到，我来当啥？你们现在所拿的木材啊，都是从学校回收回来课桌椅再去裁切的。当好小朋友了解哦，地球的环境啊，台湾的环境啊，树木的砍伐都会比较少，而且垃圾也会减量。来这里可以学习到一些新知识，可以做环保，然后自己动手废物利用。说真的，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很惊艳，因为我看到里面家具真的不像二手的，很像新的。那当然这个都是经过师傅的巧手之后再把它回春，那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鬼斧神工，非常了不起。我这个人做家具就是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实用性啊，然后再小的材料如果可以做实用的东西哈，我都没浪费掉。
今年是中国农历的狗年，俄罗斯西伯利亚第三大城的动物园里，哈士奇成了今年最受欢迎的动物。而另一种雪橇犬萨摩耶犬不但外形漂亮，也很友善。新闻最后来看动物园新宠，也感谢收看，我们再会。